世子，世子回来了。走。御，世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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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诸位都是燕北壮士，多亏大家舍身护送，我燕洵才得以走到这里。壮士走路，我燕洵也走路；壮士杀敌，我燕洵自当身先士卒。待我们回到燕北，和他个三天三夜。诺。只是此时还无暇歇脚。 后面的追兵正在步步紧逼，待我们早日抵达燕北地界，大家便可寻住歇脚，大家坚持一下。诺，就地整顿，散。心儿姑娘，你是不知道，刚才我们世子感觉到你有危险，不顾后面的追兵，非要回头找你，害我们担心了好一阵子。雨姑娘，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放心吧。 一切安好，暂时没有发现敌人。我还是有些顾虑。你们两个往前方五里处先行打探，排除路障。我们待会儿再跟你们会合。诺，燕洵世子，你就算身为世子，也太冲动了吧！你是长了狗鼻子吗？居然能找到我在哪？哎，我就是狗了，我就是能闻到你在哪。 你都不确定我是不是有危险，就一头扎进冰堆里，万一把自己栽进去怎么办？怎么可能把自己栽进去啊？哎，再说了，你这是对救命恩人的态度吗？我又没让你救我，好心当成驴肝肺。哎，我舍了命的救你，都换不来你一声谢谢。 我谢谢你，够了吗？谢谢你啊。
走啊！
адама.相信我，我哪敢不相信你啊！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弃你于不顾的。以后你就跟着我，我来保护你。
出去之后，你要带我去吃好吃的，我现在可是快要饿死了。说吧，想吃什么？只要你说得出口，我绝对能摆在你面前。天这么冷，我就想吃红烧肉。你受了伤，又饿了这么长时间，一定很冷吧？来，来，你干什么呀？别被人发现了。被人发现怎么了？等我出去，这里的人一个都别想走，等着瞧吧。星儿，把你的手伸过来。干什么？伸过来吧。你到底要干嘛呀？别问那么多了，把手伸过来，把手伸过来吧。你干什么呀？没关系的。叫你星儿，这是你的本名吗？我本名叫楚乔。我只告诉你一个人，这个名字没有别人知道。叫你小乔，小乔可好？不好听。我知道了，乔乔，难听死了。我叫你阿楚吧。行，那以后就叫这个吧。好。胡说八道什么呀？